您好，我是陈海英，欢迎收看《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》。首先，我们带您看看这个礼拜有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。沈殿小炮已追出，重庆。首先，我们哥数量不要讲。你刚把他塞进去，再讲嘛。开始试纸啊，我们哥没再讲。然后我们蛋糕体积六寸，虽然小小，但是重量是大概人家的八寸的重量。很实在。对，就是哇，其他蛮恭维，但是很实在。我问爸爸有一个特别的技术啊，用个蛤蟆呢，抠抠抠抠抠，啊，然后飞行啊就挖来，飞行啊挖来，哎，用个手环啊，哎，趴起，啊，就趴着做这鱼啊。而首先我们带你来看的就是现在进入了采蚵季节，这个时候来到了彰化的王宫渔港，您可以搭乘这样的采蚵车，趁着退潮穿越宽阔的潮间带沙滩，然后就进入蚵田，享用现剥现吃的新鲜蚵啊，还可以体验一下挖文蛤的乐趣呢。这种结合在地产业、美食跟观光的独家行程，是蚵农第二代的创意。短短几年，王宫镇已经从安静的渔港变成了一个超热门的旅游景点，餐厅的生意呢也跟着抢抢棍。其中有一家海鲜店的老板哦，是全家人总动员，有的人负责热炒，有的人炸蚵爹，还有的是煎蚵仔煎，让客人可以一次吃到各式各样的鲜蚵料理。车载着客人晃啊晃的晃进了蚵田，穿八字脚很舒服的，踩在地上很舒服，来招潮去。我这次会不会夹人？不会啦。趁着退潮，客人下车，脚踩在平常是汪洋一片的养蚵地，大呼过瘾。蚵农则钻进蚵棚架采蚵，准备现剥现吃。好吃哦！大大小小的嘴都喂饱了，采蚵车再度发动，前往文蛤田。乘着海风，车子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潮间带上，仿佛奔驰在世界的尽头。彰化王宫的潮间带沙滩绵延好几公里，面积世界第一，沿途的海边一色以及蚵田风景，在浮躁的心也能舒朗开阔。再说挖蛤蟆也够乐的了，我们车子后面这一片都可以挖，这一块来整片挖就有了，都可以挖到蛤蟆。这个地区就是没有人挖过的哈，来，你看只有一个，哦，抓到一只了，你看，这个蛤蟆有没有？就这样挖，哦，它一公分的深度，它卡了停下来，看，就一只。抓起耙子往沙地随便挖，就见丰收。客人玩得尽兴，主人林东红可是晒得忙得满脸通红。放眼望去，四公顷的横挂式蚵棚都是林家的，家里世代都在王宫养蚵。在外地工作的林东红，一次机会开着家里的养蚵车，载着朋友到潮间带玩，忽然灵机一动，何不开放家里的蚵田发展观光呢？说开放，爸爸们反对啊？没有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快退休了。原本就找不到人接手，但我接手的时候，还有其他工作也太忙了。
我就想转型观光。看看那个车载客的安全。看这里是安全，因为我们行驶是在那个沙滩上，顶多是卡住了那个不能动弹的时候，但我们互相帮忙处理一下。你们的潮汐时间都要算的。其实只要你是在地的哈，大部分都知道，因为潮汐它是每一个月固定时间，一个月两个循环。于是采科车配合潮汐载客出海，就成了王宫独家的漫游行程，并且吸引大批观光客，一天最多涌入上千人等着搭车。短短几年，加入观光导览的采科车从一台增加到100台，有的小路还会塞车。被趁着假日，趁着农闲，赚赚外快，凑凑热闹，也觉得不错，越做越起劲。至此，王宫从安静的渔村摇身一变成为热门景点。差很多，原本王宫这边游客很少，这几年也已经打出知名度了。传统的就单纯的养科而已，而且养科你收成完了就没事了嘛。对。他是兼差赚外快。现在也有美食结合采客车游览，行程结束之后就带着客人到餐厅享受各种鲜客料理。这个鹅啊那么肥大，你看煮过还那么肥，我们菜市场买的哈，一煮就都缩了，缩很小、啊，这个那么肥，你看，哦一斤呢，很好吃，很甜，你看我太太快60岁，皮肤还那么好，都是吃这鹅啊。老板娘林宝娟的手艺在王宫街上是数一数二，每到假日生意好到拿铲子的手没放下来过。小小的厨房就夫妻俩一人负责一个炉子，还好三个孩子放假都回家帮忙。小孩都在这里帮忙哦。对，没有那个读书啊，他假日就在家，假日就在帮忙。锅炉前炸科爹的二儿子满身大汗，依旧维持笑容。他多大就开始炸？国小6年级。你是抽筋抽大油锅吗？他爸爸是依个人的个性来效率分。他比较大的比较外公比较会比较分人家。哦，比较会玩闹的在外面呀，说说不炸。对，他比较会讲话，像两个女生就点负责点菜的。啊，你是堂哥。招呼客人的大儿子，负责点菜的小女儿，忙碌的身影在餐厅内转来转去。70多岁的老父亲退休后也没闲着，坐镇在店里煎蚵仔煎。无闲的时阵，一天爱煎几百块。哦，哎呦，我再煎三四百块哦。哇，你这个手拢足酸的哦。那在人家能做新鲜的呀，那我新鲜的我没有，我新鲜能给来家快点上来啊，哎，这天气啊，好黑啊你。把这新店也好啦。我新店又算我家用，我家用哦，家这哦。那么慢点来呀，73元嘞。一家人各司其职，为同一个目标努力。林宝娟和先生原本在台北开热炒店，10几年前举家搬回王宫老家发展。老板娘说，回家的决定是对的。我看这边的生意跟你们不错了，不错做，又房租也便宜的。哎呀，台北市就房租贵，请工人也贵啊。哎呀，我这时候就搬回来，10几年前，15年前。我在买菜啊，买新菜啊。
潮了，柯农搭着橡胶筏采鹅啊；退潮了，又开着采柯车载客出游。王宫渔港潮起潮退都有商机。